今天呢是2020年8月19日，我为亲爱的探友们做一道家常美食，就是哟海米爆油菜。它主要体现一个鲜字，爆炒的时候不要炒过哟，火候到位，超美的一道菜，请探友们品尝。洗油菜，开锅，海米倒入，焯1分钟啊，1分钟，把这个菜倒进这个开水的锅里焯一下，15秒。捞出，大蒜拍扁，不需要切碎，辣椒切成丝儿，然后这个油烧开，把这个辣椒和蒜倒进去，倒海米，倒油菜，大火翻炒。炒的个3、6、1、19下就可以了，基本上快炒熟的时候，然后放上食用盐，少许的食用盐，然后一点点鸡精，然后一点点糖，提味儿的，提鲜味儿的，炒几下，香气扑鼻呀，真新鲜呐！海米油菜出锅。仅供探友品尝。